苏贞昌啊，苏贞昌跟猴子有什么关系？好像有这个典故吧？可以拔了吗？可以，一人拔一根就好了。一人拔一根，哎呦，啊，没有这种经验。哎呦，一人拔一根。哎，那个帮你拿。哎，拔完的人离开，给他们自己拔好了，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，一人拔一根。一个大概冷闷在里面，黄的都熟了，你要摸看看，这个应该都熟了，熟了熟了，甜好甜，啊，再多硬的了，熟了，黄的这一种应该都熟了，你要摸看看是不是软软的，这个应该 OK， 这个不行，这一根应该 OK， 这两根应该 OK， 这个 OK 吗？哎，你都试试看，那一根应该比较硬一点而已，好，谢谢，这个不行了，这一根应该可以。这一边，还有这边，这个可以。双胞胎，这一根，谁要？这个可以啊，这可以啊，这根可以啊，这个熟的啊。这根可以，这根可以，这根，这根怕这个头可能有点涩。这个可以啦，这个可以啦。可以煮排骨啦。可以啦。来，弟弟。哎，还有个三胞胎耶！我们应该做一下那个广告哦。三胞胎，猴子哦，啊，这个三胞胎，猴子会先吃哪一个？来，三胞胎熟的，香蕉皮要丢哪里？香蕉皮哦，自然就丢在那边，让它堆毁就好了。丢到香蕉里面。还有，好，哎，对啊，你看，来，谁拿去分？这可以吃，来，你给你贴了，你们来。